我信义来这里买东西。谁放屁？哎，没有呢。要买一个香蕉。妈妈这个。啊，拿放好放好，你要买才拿哦。大西瓜。对啊，大西瓜。对啊。为什么会这么大呢？那要给你，给你吃的啊。噔噔噔噔噔。嗯嗯嗯嗯。噔噔噔噔噔。哦，这个鲷鱼片其实还蛮好吃的，就取代肉类啊，取代肉类的时候很好吃。这个是可乐果，台湾必吃的。不信义要喝多多哦。要跑去哪里？这里。超安心的。爸爸过来一下。好，你来 shopping。哇呀，有泡面。苏打不在这里吗？苏打饼。因为它这个哈不是小包装，你要一开了就。下面呢？啊，我看。小包装啊。还要再解释什么吗？人家都帮你准备好了，赶快把钱套出来吧！不要跑，跳出来。